今天晚上就要飞巴厘岛了，然后我现在刚把行李箱整理完，还有10分钟就要出发去机场了。然后今天忙了一整天，早上录了一个那个春季的服饰类的购物分享的那个视频，因为上一次录了那个就是平价高阶，我觉得大家都挺喜欢的，然后我就录了第二趴，就是春夏类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家装修太像大清后宫了，我就租了一个 Airbnb 录了，然后现在算是把行李箱整理完了。虽然只去4天，但是带了一个超级大的箱子。半夜12点半的候机厅全是人。登机啦，第一排空间还挺大的，现在已经1点半了，应该睡一觉就到了。Heard about North Bali. Yeah, right. Good time to North and West Bali. Good. And we also provide for 2 swimming pools. You can access the ball of them. Mm-hmm. And for your information.到酒店了，然后我们这个房间特别大，有2层，洗手间特别华丽。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已经3点了，然后打算出去在这个酒店逛一逛。Let's go！ 你穿的啥？我穿的裙子呀。我走了。OK。我给你照几张照片。不是你坐着。哎，行，你等一下，我换个相机给你照。我们刚刚差不多拍了有多少张？18000张照片吧。现在准备去探索探索别的地方。嘿，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大厅这边，然后景还挺好看的，打算在这儿再拍点照片。现在快日落了，然后我们换了身衣服，然后打算再去探索探索这个酒店别的地方，然后穿了一个这个红色抹胸白色牛仔裤，还有个拖鞋，比刚刚那个舒服一点，还有一个这个渔网包。我刚收到它第一次背出去的时候，总觉得好像拎了个篮球一样。嘿，老妈。嘿。咦，没多少胶。在路上，老妈，你就假装面无表情、酷一点的走过来。1 2 3
Go.感觉在外面走了10分钟不到，现在腿上全是包。我们现在出酒店了，然后往不知道往哪儿走，随便走走看。现在是印尼时间下午6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酒店吃晚餐。然后你觉不觉得今天过的时间非常的长 ？Yes， 咱们今天9点下飞机，然后折腾半天到酒店，然后还到现在拍了2组照片了。我点了一堆吃的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一顿好的了。Yes. 不行，我要戴墨镜来酷一点。点了一份海鲜饭，结果就上面一个虾，一堆虾片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然后我刚刚收拾完，准备出去吃个早餐，在这个酒店再逛一逛，然后我们就要换酒店了，去乌布。今天穿了一个特别特别花的裙子，还有一个小的水桶包，然后这个包里能装东西还挺多的，我的两个相机、什么化妆品什么的都在里面，然后现在要出门了。我现在换了一身舒服的衣服，然后把东西整理好，打算退房了。穿了一个这个棕色波点的一个衣服，然后配了一个白色长裤，这样就不会有蚊子咬我了。好了，Thank you very much. Bye.就是刚刚退房的时候，就是让我那个签单子，就是 mini bar， 还有就是在酒店吃饭的那个钱嘛。然后就是，我签单子的时候发现我们一天吃了80万印尼盾，感觉自己很有钱。现在我们是往乌布的方向开，然后，就是特别堵车，这地方骑摩托车跟路上那种私家车都特别多，所以，可能要1个半小时才到。所以我们就在车上 P P 照片什么的，然后1个半小时之后见。OK， thanks。哇，这个酒店跟刚那个酒店真的就感觉很不一样。它这个酒店感觉真的就是很融合大自然的感觉，对吧？